两辆变身术。嘿嘿，我先变成漫步，等老师不在我就开始写作业。哎呀，这个桌子怎么这么脏啊，我可是有洁癖的，我擦我擦我擦擦擦。啊，好疼啊好疼啊，老师快停下。嗯，我刚才好像听到有人说话，算了，又没声音了。哎呀，这抹布怎么这么不好用，扔了算了。哼，今次我变成一只苍蝇，这样就不会被老师抓住了。哈哈，我太聪明了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，怎么老是有苍蝇在办公室飞来飞去，我最讨厌苍蝇了，我打。啊，我晕了，我就不信了，我这次变成一只笔，老师最爱惜他的笔了，这回肯定没事儿。嗯，这个笔怎么不出水了？不会吧，我还要批改作业呢。我甩，我甩。啊，好晕好晕了。我这次变成乒乓球，老师从来不打乒乓球的，这回总能安全了吧？好累啊，改了一节课作业，出去休息一下。好机会，老师终于要走了，我都等他要睡着了。老师，下节课是体育课，我们学什么呀？今天我们学乒乓球，你把角落里的乒乓球找出来，给同学们用吧。不，不要了。好的，老师。熊妹呢？她怎么不交作业？我也不知道，刚刚熊妹也没有去上课。什么？居然还敢不来上学？啊，老师大宝，我在家，我在家，我来上学了。嗨，走你！嘿，看我的旋风球！嘿，大力上勾球！好的，我快被砸成包子了。不错，大宝和贝尔打得很好，谢谢老师。嗯，怎么回事？兄妹居然还没出现，连最喜欢的体育课也不来。我要叫家长，我今天非要好好的跟他爸爸妈妈说说。杨天明，快救救我！要不要我救熊妹呢？要的话就扣111，不要的话就扣222。好吧。看来小朋友们都很善良，那我就救熊妹吧。变，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熊妹，你竟然不交作业还逃课，我要罚你写10000张卷子。老师，小精灵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一定认真完成家庭作业，好好上课。小朋友们，熊妹这样做是不对的哦，不要向熊妹学习哦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点赞关注吧，我们下次再见。